我好了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我有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海姆达尔，它可以升警告之号角。亡灵兽人防御力，减少士兵升级费用，然后后面套装自己看，哟。基本速度，四件应该没有办法很快。有其他这个碎片的拿法就森林高原高级，我找到像，不知道是八之二还八之四啊，反正其中一只。还有秘密商店有可能会抽得到，然后还有，广告活动奖励，二期宠物碎片也会有，我们应该是八只四，海姆达尔的名字吧，然后还有每日的哪一个啊？世界 BOSS 吧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它的宠物选择券。也有，OK，差不多就这样。